强吻我吧。不说话，擅闯云听池，可是重罪。啊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解释啊？来人！大胆！你大胆！眼前这个霸主，就是大隐国王爷义齐王。君上，我是巫族圣女李七七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上个月圆之夜，义齐王的妃子宠庆铃溺水而亡，而我却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，成为了死而复生的丑妃。就他。是要好好爱护，穿完还得还回去呢。这个蠢货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赶紧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发你的，你呢就当没见过我，我也当没见过你。胆子啊！你穿这个衣服不怕被抓啊？相识一场，我送你几个果子吃。够了。没事儿，我这还多着呢，再送你一个。
怎么没接住啊？多可惜啊！嗯，那我只能再给你一个了。哎，喂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情愁，情意落山，你我若见乱了谁眉眼？兜兜转转，无事出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。时间尽头，与你相守，无所求。蓦然回首，时光搁浅，凝春短。谢谢啊，你这个小贼心肠还蛮好的。娘娘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他们是谁啊？啊，奴才小印子，参见娘娘。参见娘娘。君上知道娘娘您醒来了，命小印子带两个医官给您看看。我没病啊。哎，是，娘娘，进去吧，不要看，我没病，别推我。总管喝茶。总管您可真厉害，奴婢昨天去玄衣阁，可是连门都进不去。这什么呀？总管恕罪，这个是糖水，染溪月没有茶，委屈您将就一下。糖水，好喝好喝。看来了没有啊？我手都举累了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没病没病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这娘娘身体健康，并无大碍。她怎么可能身体健康？她都诈尸了。哎呀，看看脑子。还看呢？是能看出什么？